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基本功的训练。太极拳有一个斑斓锤，陈氏太极拳的斑斓锤的基本功，弓步两个手栽拳在这个腿的两边，然后滑过来，两个拳向外边翻，掌心翻的打，同学们好，咱们现在开始上课，先复习一下上一节课讲的准备活动和基本功。准备活动一共第一个活动两腕，第二个揉腿，腿向里向外各揉一遍，第三个前俯后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四个涮腰，手护住腰，外劳宫对住肾腧，这个手端了一碗水，一、二、三。左边做完做右边，然后咱们上一节课还讲了一个虚不量法，你就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上一下腹部量法。热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腹部下来，做成腹部，弓步变成腹部。四，量掌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叫瀑布量的。